即係如果你哋嘅熟客咧去嘅，行落一個，你知啱啦已經係。我都係行過去㗎，係嘛？可以啊，啲賞紅葉都得啊。開架車上上想紅葉，睇下車上。賞紅葉其實個目的唔係淨係賞紅葉，想行都得。就算屋企門口公園有紅葉，你都唔會有人睇㗎。 嗰條繩點住嘅？咁你即係多啲人搭嘅咯。
咁我亦都。佢都係係鄭晶晶有咗組人數組人頭啫嘛，一六八呢個七二嘅收錢，呢啲話後邊都係啦，啲人去上一月底，去翻月底嘛，翻去九萬元，九十五，跟住呢個後邊啫嘛，喺邊啊？出邊邊個做呀？攞到攞到，哦，即係啲節目嘅，即係啲人啲做翻多啲客。下一站元朗大會堂，下一站元朗大會堂。幾個都冇人，所以依度好處啊！你睇翻工啊！
即係第二組調過嚟啊嘛，第二組去嘅時候，你哋又去要幫翻佢啊嘛。星期幾啊？星期日咯，今日六號咯。星期三啊，四點幾過嚟。星期三啊，四點幾過嚟。福利嚟啊嘛。新春啊，有時候長有功。请尽量行入车厢里面。哇！前车厢通过阿拎生，过通过阿新。你也报咗？唔系厨房啊，第二嗰度，厨房嗰度。你边个去啊？唔使翻工啊？你第二组啦，使乜你担心啫？你想去第二组呢？呢位都唔够。冇人，冇人佢就去啦。你啲福利佢唔俾你。你
拆除。
后，下一站大唐山路 ，Next stop 大唐山路。请紧握扶手，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我而家咧，嗰啲冇，都系噶啦，啲人我谂住佢带路啦。张浩你知啦，张浩同学，嗯，张浩个名字就叫啊，收埋佢。Thank you.